是来自越南安江省的武青青，16年前单枪匹马来台追梦。在越南钻国服比较挑，来台湾试试，没有人比他这个还好看。用一双巧手在台湾闯出一片天的他，到底付出多少代价？你知道我做我家那个车衣服吗？我都会气，我嫌可怕。11月4日上午10点，我在台湾，你好吗？